要改实况机。外面风好大、哦，那叫麦当劳吧。太棒了，有点饿。哎，我现在也在认真想要不要去买麦当劳。真的假的？叫外送吗？嗯，就开台完结束以后。哦，对啊，好饿哦，先只吃一餐。我也是晚上没吃，中午吃过后就到现在都没吃了，没办法，磨练太好玩了。你还差两个电高电甲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没有，我只讲了一级，我想不完这种事。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啊。好，可是每次来我们这边外送的人抽，外送完都会在楼下抽烟。这样很好啊。这样不好。休息啊，不能抽烟。电龙一爪怎么半个都没有啊？因为一爪是下位的。我们刚打的都是上位。高压电甲至少还要在。三个还是四个哦？奇怪，我上位炮狐龙一个都没打过吗？上位什么炮狐龙啊？哎、欸，对呀，好像一次都没打过。我们没有打过上位炮狐龙，我们都打过。难怪我的装备都没有出来，可恶！我至少要三个高压电甲。三个高压电甲。嗯，三个就差不多了吧？嗯、感觉了。亲密度提升就可以看到秘密剧情哦。是会跟猫咪发生什么事哦、喔？是我们在讲刚刚讲那个游戏《战斗女子学院》。我看手抽要什么时候？所以阿静现在是缺高压电甲，高压电甲一爪，一爪下位。必须吧。又开始打梦之域的时候了。啊，已经开始了。对啊。这么快。有一楼可以打了。是要打下位吗？哎、欸，上位下位。这是上位的，刚刚那个任务。好。一个高压电甲都没有。有所以现在是。基于好奇，我来看一下电龙杀几只了哈，我觉得已经不输大象了。开始，暂杰，暂杰，他叫什么？我又懂了，伊达比斯。都会打，之类的。都会打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名片不会显示？嗯，名片没有显示他的名字。啊哦，找到了，23只哦，也不少了。那我的 elephant， 大象24只，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，太多只了，这数量已经差不多了。马波，那他很奇怪，一定要到你们本。Go！ 哇，刚好大家都在这一区，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有人被排挤。哪有啊？哪有啊？刚好大家都在这，有两个人在别区。耶、yeah.。为什么会是两个人？欸、不是三个哦，干，错，你今天是要讲眼睛？等下说不定麦当劳那时候店员长得跟我很像。不会呀、啊，人最好。四万是店员。哎、欸，真的。叮
放我哟！哎、欸，你的炮打到你了，没有错、啊，我没拿伞 ，OK 的，直接打出来，哎、欸、，nice， 断他吼叫，不生气了吧？太优秀了，他这是比较不爱飞、欸，飞了，你刚刚乖多了，你刚刚可能乖很多哦，刚根本就是疯子，哟。这只是不是也偏小、啊？嗯，这只比较小。哎、欸，掉下去了，是。右派。有没有蚊子偷咬我，白痴啊！有，有，我听到一爪破碎的声音。啊，就派，痛痛的，哦，我被打到下面去，哦，啊，阿金，阿金，这四千块不见了，这是死两个人呢、啊。不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刚刚被蚊子咬，所以我不能跳，这都是蚊子的错。好，都是蚊子的错，是旁边那是蚊子的错，真的真的。好强的蚊子啊！蚊子也有套装吧？蚊子也有，应该有吧？没桶吗？这款有吗？啊？他没有装。什么？没有，好像没装。蚊子好像没装、啊，对啊，很可惜。这蚊子真的是啊，以前有啊，而且很丑。是女王蜂是不是？以前是女王蜂吗？有点忘了，我也忘了。我只记得好像蝴蝶嘛，是吗？是蝴蝶吗？我记得是很丑的，很丑的蚊状。哦，我也忘了。哪一区？吗？还是下面？下面呢、欸？奇怪了。我之前打的时候都是在五区，我有看过他往上面跑步，有啊，飞虫系列还健在，他说有哎、欸，哦，啊哈，还有、哦，嗯有，不过还没开放，嗯，应该有开放吧，只是还没关键出来嘛，对，没有把下载的，要打下载吗？啊，不过把下载，蓝龙也是，嗯哼。你会怀念祖龙吗？哦、超怀念的。但四局已经打很多次，不过还是希望他们出来。四局有啊？是有很多啊，四局全部都出来了。哇、哦！啊，忘记他还生气的时候，马仙好像……啊，被电了！过来啊！过来啊！他都不过来、欸，他过来了吗？下去了。讨厌，这爬到一半。还是不要理他了。上来，他上来，给我机会啊！转、哦、过来，转过来。过来、啊。根本没中。那尾巴绿色那部分很像塑胶。塑胶，他好烦啊、哦！还是算了，直接打算了。哎、欸，要过来吗？打我！过来啊！我怕你尾巴像塑胶，你就不爽。刚、欸、才说他叫声像那个的 TP， 现在就快没电了。啊！
他被我骂得一无是处啊！这塑胶冷气机哦，重点。哎，中了！哎，尾巴，好高，好高，好高！这时候来不及了。哦。哦。啊！十四个人呢、啊？哇，我的最好是啦！我的八千块不见了，懂麦，懂麦，要不又是那只蚊子？全部击平他。等，等，叮。加密。想丢回家就直接过去。哼，就是。我还可以拿地图哦。去看地图啊。哦，没有了，我们不是觉得因为这样比较快，我们是想跟阿晴一起的。哼。雷亚明年宣布会和 Sony 出一款 Demo 的 PSV 同捆包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哇、哦，我今天有看，很潮哎、欸。明年再看，明年再看。风龙、霸龙都健在，哇哦！那我有点想买。MHX 钢龙村长六星就有，是哦。啊，我很讨厌他的风压。最好阎王七星就有了。霞龙比较好玩。霞龙超棒的。哇 ，Nice！ 老缅甸人。你竟然是魔刀啊！啊！为了他等一下掰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他拦下来。哈哈，哎，有道理。先做准备。压电甲，天哪、啊！竟然挖到下位了。好，你都这样讲，我要魔刀。好。我怎么觉得他好像体力还蛮多的？嗯，他饿了，他饿了，他饿了，趁现在，趁现在。有需要，有需要。现在正是我们反抗的时候，完了爆了。我要开大龙。他快逃！歪掉吧。他脸。哎、欸，你直接飞走、哦。欸哎哎哎，不是应该掰卡吗？还是他根本就还没掰卡？天哪、啊！可怜哇！他要去哪？七区吗？五区啊，直接飞回到五区。那、啊、今天晚上打那么多场，第一次遇到这种的。对啊。Let's Nyan 是那个吗？什么 ？EG 动画吗？什么什么？我在看那个聊天室。Let's Nyan 是什么？好像是 EG 动画。我开龙机炮哦。好，我要小心点吧。啊！被断刀。你这样子会被中断吗？哪一个？吼叫吗？对啊。我等他吼才放。啊！我叫会中村啊，对啊，我刚刚是跑完才放。剑龙掰。要换区啊？不会吧？走，啊，别让他走。嗯啊，天哪，来不及了，而且我们染色已经没了。还不是说我要八颗？哎，凯洛，别不要，龙卵，龙卵，想不想看荷包蛋？还是往哪里啊？挖矿。
九，哎干，阿俊已经遇到了。九九好，我搬单过去了。你不要放，我这样跳下去单会破吧？啊！会破。噔噔，给我爆弹了！靠，正面。那个卵大概在被出现的时候，也没想到自己会死那么惨。在下坠的时候再倒数自己的生命。对。嗯。对，这只活很久了。你先打十分钟啊。因为我换武器嘛，我换了一把。哎，我血有点少，为了避免废哦。来补出去。来。哇！看我的属性解放。啊！被中断了。还是血量是怎样？对啊，今天血量有点多，吐血嘛。哦，红钻雨，偶兹，偶兹，为什么要跟我没弹塞？高压电甲一个，高压电甲我也挖到了，快让我挖高压电甲！上零，集合，高压电甲再一个，高压电甲，高压电甲，高，干三个量，没有电甲了，挖大便，高压电甲。没有，我也要，我也要让全身臭蒙蒙。耶、yeah ，就一个而已。把这个大便塞在包包里。这个都在挖，还有什么能挖？没了。只有一个电甲，天哪！没了。这一件是水，绿色的，好恶心啊！对，有氧化。哎、欸，果然跟补多的比起来差不多。这只有一个垫脚的，天哪！只有一个高高垫脚。就刚刚挖到的也没了，那你完了，要超过大象了。啊？老法师要超过大象了。变龙啊？没错。天哪！好起来了，对。破布。可以召唤巨龙，超大的树。What？ 好，我先离开了。啊 ？OK。哎，兄弟，要不然这天我们打一场啊？好啊，打一场就先休息啊。好。好啊，我们。啊。没剩多少时间能玩，讨厌。做武器可是没钱，对啊，臭乞丐卖荣誉啊，呵呵，那你只能卖东西了。叮，嗯，粉尘要没了，快调和。生命粉尘是龙牙跟不死虫啊！我高压电甲十二个都会卖掉，你用不到就卖掉啊！粉尘，不死虫对，
不死虫没了。恐龙。